我插队一下，因为刚好有个空档，因为刚刚看到 Web 3那边就是十月有超多活动，我就想突然想起之前说要跳坑，就是帮十周年十月的所有活动一起宣传这件事情。那目前的话，十月其实除了生日趴，刚刚讲了 Peter 讲了很多，今天做了很多事情之外，还有很多活动。刚刚 Web 3的那个活动，如果也就是想要一起宣传的话，可以来填这个表这样子。哦，十周年就是活动大表这样，十月的都可以算这样。那其实也不一定要参与，就是一起宣传这个，因为 G0V 大家都知道有粉专嘛。那像啾松有那个 Instagram， 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 G0V 的粉专呢，其实有一个公开投稿跟治理的机制。那这个很久很久以前 G0V 社群的贡献者们就讨论过，就是要怎么样。所有的 G0V 专都可以用 G0V 的粉专来发文，那就是有一个投稿、有个审查、有个发文的机制，大家可以去这个 HackMD 上面参考 G0V SNS 的这个社群治理机制。那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要在 Google Doc 上面写草稿之后，丢到 SNS 这个 Slack 频道，那你只要这个随机抽两个 reviewer 帮你review 了之后，你一天之后就可以发文等等。那如果很紧急的话，就抽三个。那就可以马上发文，就蛮简单的，这样。那就是要这个，你要私下戳啊，那请大家来 review 这样。那如果有你是非常有热情，可以想要加入 reviewer 的这个角色的话，你也可以，就只要够多人推荐，你就可以加入，变成其中一个 reviewer， 然后一起来帮 G0V 这个粉专的这个发文品质来把关这样。好，那简单来说就是再 recap 一下，十月有一大堆跟可能跟十周年有关，可能跟十周年没有关的活动。那我都会，我都愿意这个跳跟帮大家一起做宣传，这样，然后如果有兴趣加入 SNS 的治理啊，变成一个 review 的话，就到 SNS 频道，好，大概就这样，好，插队完毕。好，谢谢之浩，下一组。